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你这个手严重缺钙吗？怎么不停地晃啊？那个手能不晃不啦？好啊，讲吧。感恩恩师卢台长。我还要谢谢我的朋友，这个号是他抽到的，他让我让给我。我一直让他们说，因为他们才今天才第一次来。但是我一直说你们想问什么啊，你们都可以问的，师父是什么都可以，天上地下什么都看得到。他们一直说不用，因为刚刚来。天上飞禽走兽。他们说刚刚来，那我就。你想问什么啦？我想问81年属鸡，我的女儿。81年属鸡的。想问什么讲给我听，身体还是事业？还是婚姻？想问他身上的灵性。哎呦，一直在他身上啊。对的。很长时间了。对的，18年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会跟他讲话的。是。哇，你女儿长得还挺好看的。是，非常漂亮，是墨尔本华裔小姐选美上 T 台的。非常漂亮，有灵有鬼在身上有什么用啦？没有用，真的没有。长得好看的不得了。真的没有用。正常的时候就没有，一到晚上就来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无名无缘无故的，你女儿会发脾气。明白了吗？明白，师父说的对。有时候不喜欢吃东西，什么都不吃。是的，感恩。我告诉你啊，赶快帮他念小房子啊，不念掉的话，他会弄得他以后有后遗症的。师父，其实我已经念很多很多了，所以我想看看，请师父看看他身上的灵性。你念了几张了？好几千。你会念好几千，你都是请来的吧？没有，全部我自己念的。师父，我跟着你已经好几年了。那你怎么会说你今天第一天来啊？可能不是，我的朋友他们第一天就把这个号码给我。收到的呀。有收到哈，有收到啊，收到，我现在讲给你听啊。好的，收掉1400张。好的，谢谢，明白了吗？差不多，收掉了，所以你女儿现在比过去好很多了。是的，谢谢。鼓掌。但是你女儿掉头发，你知道吗？她自己一直拔，一直拔。现在知道了不啦？知道，谢谢师父，是。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啊！我知道，师父，我想知道他的灵性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是晚上我一定叫他来找你。长什么样？你都不要看，让我看。你女儿几年属什么？81年属鸡。86年属鸡的。八一年属鸡。八一年属鸡。一个男的，是男的，一个男的鬼，而且是主要是跟他上辈子的情缘，然后经常会弄他下身，是的，感恩，是上辈子的情缘哦，是他的上辈子的这个。情缘未了，这个男的弄他，我就是一直不明白到底来过好几次，到你们家来过好几次了，是吗？晚上你突然之间醒过来，有时候你突然间醒过来的时候，你会听到声音醒过来的，好像哐啷当一下，什么声音？就是他来了。好的，明白了吗？好的，师父，那请问他这个男的还要多少张小房子？这个男的，他不一定现在想走了，他至少在他身上还想待5年。你要是好好念经，看看他愿不愿意早走，明白吗？好的。
那你这个都是上辈子的情缘呢、啊、很麻烦的、所以我告诉你们欠什么都可以、不要欠情，因为欠情的话、一定下辈子要来报的，所以情缘最难还。嗯，你们去看好了，一个人欠人家感情之后要还了、他一直在心里转啊转啊，讲起来就很难过，就是一直在心里转、他就是一直就想不通啊、难过呀啊，过一会儿就觉得哎呀、一会儿哭啦，是的， 有时候突然之间坐着哭，有时候突然间嘿，是的是的，真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现在明白了吗？那我告诉你、你赶快给他念、哦、我刚刚给你取的小房子、你已经可以念了、好吧，好的，没什么问题的、哦、你如果能够念，能念那么多、哦、说明你也不错了，你能念那么多小房子，你会念这么快？我已经念几千张的，包括超度那些亡人。你一天能够念几张了？我一天最多是七张，但是后来师父，我跟你讲实话，我后来有点懈怠。为什么？我自己就经常做噩梦，很经常做梦见。你梦到单了呀？找不到家，找不到路，梦见那些灵性，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少一点的。我知道，因为我跟着师父好几年，你就是帮他背了呀。是啊，你太着急了，来不及还了还了，他到最后就不行了。是啊，所以我现在真的每天我只能一张的，我就一张了，一天只能一张。只能一张，我就你也不要太少啊！一天嘛，要么七张，要么一张。可是我就三张，平均一点呐。好的，好的，我听师傅的。可是我就觉得我一张我就舒服，我就舒服了，不懂为什么。哦，不然我一直梦见三张，三张。好的，好的，我听师傅的。你突然之间这么少了，还钱还了这么少了，他就上来找你麻烦了。好的。听不懂啊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好的。又太少了。好的，谢谢，感恩。要放生啊！好的。家里还有点经济，谢谢感恩、放生呀，感恩。你这个人蛮厉害的，没有、年轻的时候特别能干。没有没有，谢谢师父夸奖、我真的是没什么。还夸奖了，我真的没什么。我话还没讲下去呢。好的。就像这种在学校里的时候，大学的时候，或者中学的时候，像学生会里边非常活跃的分子。谢谢师父。很多人们追你不得了嘞。谢谢师父。像发一样。谢谢师父。可是我长得不漂亮。现在老了。老发了。老发了。不是小发。好好念经啊。感恩师父，好，谢谢师父、我想请你看我打胎的孩子走了没有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五一年属兔。五一年属兔。嗯。五一年属兔。哦，超度掉了。嗯，因为我给打他孩子也念了几千张，可以这样子讲。我几年以来。你这个人，其他的大毛病倒没有，就是免疫系统不是太好。对了，对了，师父讲得很对，我就是免疫系统很差，记住了，你好好听师父的话，我可以让你活很长。谢谢。质量我不知道。感恩，我知道。反正能让你活很长。我知道，谢谢感恩。质量主要是看你自己业障多少。我知道，好的。明白了吗？懂。好了。我妈妈都99岁，才过世。我跟你说，你可以活很长。我爸爸也已经跟你说了，90，就是问题你自己的质量。师父看对了，师父看对了，我的家族都长寿的。所以很多人说我是很长寿，我也不懂。你不信，你做点坏事看看，不要，从你这一代开始就短寿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好。你好好的，谢谢，你不要，你现在吃全素了没有啊？没有啊，是对不起对不起，六十几岁不敢吃全素。Sorry, I'm sorry。你看看我们这里很多老先生年纪这么大都在吃。我知道我知道，我尽量。好吗？我告诉你好吧，好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你再不吃全素，你的右胸脯的乳房会出问题的。哦，是吗？好的好的，我就讲给你听了，长东西了，已经长了。是吗？好的，那我你再吃好了。不要，年轻的时候吃螃蟹吃的特别多，大闸蟹。谢谢感恩师父。现在已经爬满他的身体了，他还不知道血色素非常不好，赶快了，要许大愿了。好的，好的。你想多活几天？好的。以后明年还来看台长的话，你就赶快吃素了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一定听师父的，我听师父的。好了。好，感恩。
感恩，我业障自己背，感恩之后。嗯。